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带来的玩具是，小心狮子。那么娃娃你先玩吧。哦，超子怎么不来哦？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真的，我今天跟超子一起玩这个狮子游戏呢。你好，艾莉啊，今天我来了。超子爸爸，你今天怎么会来这里呢？今天我跟超子一起玩这个狮子游戏呢。爸爸，快点叫超子来好不好？今天超子不来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所以呢，今天跟我一起玩吧，玩这个游戏呢。那我要坐这里好吗？今天我跟超子爸爸一起玩这个游戏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了。那就爸爸，你坐在。那我说一下，爸爸，我告诉你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。就是这里呢有很多卡片嘛，这个卡片呢一个一个这样拿出来看的话，按照这个卡片里的数字和骨头的颜色来拿出这里的骨头就 OK， 明白我的意思吧，爸爸？是的，我明白了。所以呢，拿这个骨头的过程当中，他睡觉的狮子要咬我，那就输了。好好好好，那么开始玩吧。那就是按照这个卡片里的数字来，拿出这个骨头就可以了。那就他狮子会咬你的，咬爸爸和艾莉的。那开始了，爸爸，剪刀石头布来，剪刀石头布。爸爸赢了，你先来，我先来。爸爸先，你先来。好，那我开始了。狮子睡觉呢。爸爸是什么？一个红色骨头，小心点好不好？艾莉呢？两个白色骨头，一、二，好，爸爸，一个黄色骨头，不错，爸爸不错，一个红色骨头。不过有点紧张耶。三个，一，艾琳了，爸爸这次爸爸输了。爸爸今天玩这个游戏呢，就如果输的人就是要替啊，不是，如果我要赢的话，就爸爸带我去动物园好吗？我要去动物园看动物们，好不约定好了。好了好了，那么再来一次。好，那就爸爸呀，这次我又赢的话，就是爸爸带我去动物园啦。好，爸爸，剪刀石头布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哼，三个黄色骨头，一、二、三，哼。好好，两个黄色骨头。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吓坏我了。一个蓝色骨头，艾莉是三个，不要了。
爸爸也吓了，爸爸也吓坏了。哇，那就爸爸1:1，对吧？1:1。嗯 ，OK。哦，爸爸呀，如果你赢的话，你要什么？我听爸爸的话了。我呢，如果我赢的话，你跟超子做一个很好的朋友。什么？这么简单？哦，好了好了，我赢了输了都行哎，我已经跟超子已经是好朋友呢。哦，好的好的，爸爸。好，爸爸，剪大石头布。我先来，好啊，两个，爸爸，一个红色骨头，哇！爸爸，我要去动物园。爸爸别这样好不好，别这样了，朋友们，我去动物园了，爸爸去吧。咻啊，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怎么样，有意思吗？那么艾丽莎莎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，朋友们